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很有人，更加有很多人，感动啊，不容易，我应该讲普通话，因为天不怕地不怕，只要怕鬼佬讲广东话，讲我慢慢学广东话，但是这个很不容易。 我不能说香港，应该说香港，香港，你们的发音很不容易。来香港，我们鬼佬是要先学一句话，应该学怎么说，对，因为在香港在人行道走路。 一直有很多人，他们有很多香港人用手机讲话，一直说，嗨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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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试试看走路，你要坐左边，他们坐，嗨呀，嗨呀，右边，嗨呀，嗨，你需要说，唔该，唔该，唔该，move，get out of the way， 唔该，才有办法。我发现了。 在香港，你要很便宜的菜，需要喝广东话，觉得一个最好的买菜的地方，在台湾买菜的地方是没有英文的服务，没有普通话的服务，也没有笑容的服务，只有可以讲广东话的服务，这是我的挑战，是给他。 给他给我看他的笑容，但是我知道他每天买菜大概不是很容易。我终于我带我的老婆，我给他看这个没有笑容的服务的地方，我说了一点广东话，我对他说，我唔使对。 他终于，他大笑，我老婆说，他像你的意思是，不是你不必一个袋子，是你不必一个，你不用一个安全套。这是我说错了，你猜对的意思是什么？好，谢谢你们，我很开心来讲普通话，讲读读书。 好，谢谢。耶，我们一起给最热烈的掌声。